Hello， 大家好，想看影片，我叫林涛。今天我们来玩，今天我们来玩那个什么？今天我们来玩三人三石头。然后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个免费的东方龙皮肤吧，这个皮肤啊。杰西啊，其实啊，这个皮肤呢，我觉得蛮适合一下杰西的。我们先改一下这个，啊，然后我们今天我就不打算玩这些东西身背了啦，我就打算玩用友谊战来玩。然后我们把那个什么取消掉先。东方龙皮肤，基金也是，那我那个呀，东方龙皮肤，看到，这个应该没有看错的东西呀，只是啊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还有个什么吧，你可以。我觉得它里面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，套台，没错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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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炮台可以一直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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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射的感觉不错，哇！一开始有台的就狙击呀哇，现在我狙击是那个 deploy， 我。没有机会了，要输掉去啊！我要输掉也不行啊。那我们就给你开一个很厉害、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一个龙皮，再冲再游泳。它在游皮按钮里面啊，可以算是一个厉害的武器啊！不用，你不要再放弃一个武装配件，你就搞定了。在真人版里面你不可以这样玩啊，在真的人你这样玩他们给你打死啊！在真的里面不可以这样玩的。嗯，首先把这个墙壁打掉，打不好没有关系。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炸，这样子把自己锁在里面进行打击人，他们炸开去看到有没有全部堵住，嘣，如果你防住地点的话你可以这样子，我你都知道啊，然后你的东西就过来了，应该这东西应该是被炸掉了，嘣！把其他全部东西都没有掉了，我去！哇啊 ！shit！ 我去！哎呀，很难很难很难，要练兔子防真的难，要练兔子防真的难嘞，要最墙角造出一个爆炸。给他一个坑，这个坑失败啊！哪个跟你一样都是冒破坏？我这个跟你哪个一样都是爆破坏的吧？基本上还卡不住我，我要把爆破坏克解决掉先啊！嘣！把爆破坏克解决掉。boy， 我这把好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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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你要记住，魔龙纹这招真的很难。如果别人是说不会，会他在里面去打死你，去
打到里面。哎呀，那些不是爆破还是什么？不是那些咚啊，飞机啊 ，boy。看来他认输了，还是我赢了。OK，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场啊。下一场，我打算了，那个交通堵塞在爆破外壳里面，在交通堵塞里面，爆破外壳是最适合打，最适合去偷袭你的金库一个。要加可是有防备的话就好，基本上炮火外壳可以打的，就是加我所知必须小心，我你给敌人发现你啊，不给敌人发现。看到了没有？一打一殴打敌人，结果就殴打到4-0。他的用处是这边，他殴打敌人金库的时候啊，他可以打比较利一点。然后我们在里面，我就在这里拿一下别人呢，抓一下别人，拿点好运过来，先等那些二幺七零，二七号就对，我还有一个小森林龙，来了，就是这个，跟他玩一些咯，他在里面放什么玩的？基本上他在哪一个足球模式里面，他都是很适合的。第一个足球模式他都很适合。他的工作就是耍大刀玩玩。他耍了大刀后，立马冲前去，也不要冲前。我们去后面，然后不对，球有没有进去？如果球进，就是雅雅了。估计就是不让他们进。因为从哪来的？啊 ，fuck you！Don't fuck me with me！Don't fuck me with me！ 哎 ，fuck you 们 ！Yeah， 终于真的打中了，打中了！这么小就可以，这么牛了！我进了，
是我直接打在宝宝了，就是一开始，不然切一切上来，那牙牙一个大宝给牙就没了。哎呀，输了。哎呀，还是拿点武装兵去，然后就拿他们。然后我们就开局一场过来，看这局能不能打平手。如果打平手嘞，就离开了；没有打平手嘞，就输掉去了啦。这样，因为我一开始从那边直接防守过来。开始突然用大招直接给他弄断，因为用大招是死的，还是给那个武器直接给弄断了。你不这么厉害呀、啊！然后呢，我就想跟你们讲话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乐豆宝箱里面出的这个纳米？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纳米的公式很特别。还是三个东西出来的放进去哦，然后如果你要拿命中人的话就难一点啦，然后还有这个，那你的朋友叫皮皮哦，你有没有发现皮皮在走的时候，那你是在玩皮皮？怎么办？一旦皮皮用完刺的时候啊，皮皮就会回到那里身边。皮皮啊，真的是越来越难控制了，你们能控制得到吗？如果你们控制得到的话，就厉害了；如果控制不好嘞，就不厉害了。毕竟这种东西有点难控制了，要通，如果拿到水远一点的话，要能控制一下转，这时候他会自爆，还可以带上他的能力指针，就是那里飞，比敌飞越远的话啦，他造成的伤害就越高哦。最高可以造成2500的伤害，不过我还没有拿到那里嘛，所以他也没有这样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出现给你们看他的英雄特属性。 OK， 看好了，我们就偶尔也会不小心拿到这东西退出先，啊！又在使用，还是一直按照这个东西。OK， 我们已经来到这边了。能离开小队就代表什么嘞？就代表我们影片就到此为止啊！一个按个赞，还有 subscribe 哦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留言在底下方。就这样，拜拜。